我们现场来一场 dub smash 好不好？好啊，你秀我们一下你的魅力，因为可能很多网友们他们也想做 dub smash， 像我自己就觉得我都没有跟上这个流行。有啦，我曾经有做过，但是我就是你知道，不是很厉害的版本。好，好，我们来，那你拿，我站在后面，因为你也好小。好来，你看这光 OK 吗？我们再过来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嗯，我要右脸啊。好好好 ，OK 啊、嗯，好，一、三、二、一。哦，就这样子啊！哎呀，是不是很好？我有没有？我有没有潜力？你很棒！是不是？我有没有潜力？你跟我做个互动，是不是？我很有潜力。很多人跟我合作都像死鱼，你不会？不会，你是有生命的，我喜欢。我是活鱼，我是活鱼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好棒哦！对的，就是这样，这样才精彩。好，然后呢？也听说你很会自拍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现在已经我很会拍人，你会拍人呢、啊？是。我因为拍人竟然上新闻。对呀、啊，我知道你怎么拍，你指导我。你坐，你坐，我坐吗？我们先把这些书撤掉，我帮你拍一个腿长就坐在椅子上的，好不 好？有有没有那个 split screen？ split screen 有没有？坐坐边边一点。坐边边一点。不一定要，不一定要，不一定要折腿。哦、那怎么办？我先教你一个坐的姿势，这样。快点，快点，坐到这边了之后呢，正面呢、哦，给我一个正面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内八。这样子啊，对，然后脚背要记得这边要压、哦，然后脚跟要起来，哦，就是对对、哦、对对对，很容易耶，好好好哦 ，OK， 哦这样子啊，转过来一点，哦哦，这样子啊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很会，很会，好，这样子吗 ？OK， 我拍你了，好，哇，有看得到吗 ？Oh my god， 这是 my god， 腿看起来好长，对不对？这是正面的哦，很棒吧？真的很棒，好，你做你自己以前觉得腿长的。我现在觉得我好老派啊！我不要跟你们再说，对不对？这个比较年轻啊，真的。然后再来一个内建修图喽，画面上哦，我现在直接修图给你们看。真的？怎么修？你就内建修图就好了吗？是啊。可是英文的真的是还好，我稍微知道位置在哪里。就是会比较有色彩一点。Oh my gosh， 好厉害哦 ！OK， 真的好会哦，谢谢你教了我一招，没什么，好好练一下。你怎么这么会拍到上新闻，真的是名副其实，应该是要的，谢谢。Yahoo!